投身机器人行业是他帅气的选择，让生产效率更高，品质更优，是他每日钻研的课题。他说，和顺德机器人产业一起成长，很幸福。从不敢开口到侃侃而谈，从被稿机器到品牌 A 类主播，他一个小时砍下超400万大单。他说，用直播带火顺德家电就是最大的动力。最大的温柔给孩子，最好的港湾就是家，这是侯万毅追求的幸福。职场上叱咤风云，家庭里温柔似水才是最好的自己。千针万线幻化出精巧的画卷，何婉琴一针一线传承广绣非遗文化。耍得了电商直播，玩得转一针一线，我就是要出人意料。